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今天给这个黑豆啊，把这一块羊奶渣给它煮炖了啊，因为它带着六只小狗，看看明显的就瘦，然后咱给它这个跑过来了，一说给它做个好吃的，立马就跑过来了啊。月子餐必须得还得追进啊，必须得让它吃好，然后它才有奶水，先给它炖锅里边。出锅了啊！哇塞，多大一个？你看抽了点，嗯？上哪去了又？又挨骂了，这黑豆又钻在烤笼底下。吃饭了，快去！吃吧，块太大了是吧？先让他吃一下再说。无从下，你不用看他，你赶紧吃吧。这整个的羊奶渣啥都没敢给你放，省得吃多了拉稀。啊，吃吧。能叼让他叼，让他吃。吃吧，没事。这样的待遇，你碰不着，知道吧？这是生产期间才能给你弄一次羊奶渣呢。你比那个谁爱吃这个，比多米啊谁啊，比他们爱吃，我觉得。上次给人家多米挨了，那炖的时候，好像没这么烂，给他炖的时间长，你看他这牙口吃的，你看多香，他们那一次吃的还脆呢，是吧？带那个羊皮，他这上面有那么一点点羊皮。还好嚼一点。看来这个羊奶渣黑客啊，不是黑豆，是非常爱吃的。你看它整个的，就是不用我拿剪子给它搅开，一块一块，不用搅成那个，它自己大块的就开始吃了。上次那羊架那骨头都没让它吃，哎，让它吃的是鸡，四只鸡，这次直接给它炖了一个大羊奶啊，那个羊奶生的时候至少得有三斤肉，那炖完了之后，你看里边咬的时候全是那种小奶块的，都是炖得烂烂乎乎的，你看得着吧，嗯，小奶块呀，就这种奶块。咱把这垫子先给它换换，黑豆在那喝的也差不多了，不用管它。从底下钻出来了，那个。行了，新垫子，玩吧。他们六只越来越大啊，这个垫子再过两天就用不着了，为啥呀？过两天过了这两天雨季的话，就热了。它铺这个棉垫子之后啊，这上面它就容易那个舌头伸出来排热气，太热了，所以说就拿这小垫先给它铺两天吧，
过个三四天直接就撤了就行了。我操，那眼睛能看着了？看一下吗？嗯，绝对能看着了。嗯，不让摸呢是吧？啊，不是，这是不是老爸？老爸，抬头抬头，我看看眼睛。抬头。行，我感觉眼睛能看到了。哎呀，你妈吃的这个羊奶渣跟羊汤，你们这个母乳就会更多了。对，吃的都能多吃几口了，是不是？最有特点的老四。这眼睛怎么样？哎呀，两眼还泪汪汪的。再看这只小公子，这小公。哎呦，跟皱老头似的那脸。长开了，这嘴就好看了。嗯，看，这只，这只小母吧。小母，小母。嗯，除了老八，这是第二只小母。嗯，野母。特别蓝。嗯。嗯，好。你呢？睡醒了没？二郎神。大二郎。这眼睛应该能看到一点点，很模糊的那种，困得跟啥似的。明天就得给你们天天开着灯，我试试这个膜怎么去的那么慢呢。不用试，他就那样，老爸看到了，就差他了。哎呀，就看你了，这是其中一点功。嗯嗯，醒一醒，哪有还睡的，没精神的你咋啊。这证明是啥呀？这几天循环的就给黑豆做月子餐，那个奶水好了，奶水足了，他们吃的也饱了。你看看拿起来之后，他就没有感觉，还是想睡觉。他们现在的主要是工作就是啥呀？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醒了之后就睁眼就开始吃，吃饱了就开始躺着就睡。他们现在就是开始闹了吧。咦，你看你身上的屎，一会儿给他擦一下。哎呦，还咬呢，你开始咬了，眼膜还没退完呢就开始咬。嗯，